觉得这个剧本对我来说蛮新鲜的，因为我的角色跟我的实际年龄就是有蛮大的落差。那刘主任这个角色在剧本中是被塑造成一个梦幻大家男人很多男学生心中的理想情人。那而且他的个性就是属于比较优雅，那就是跟我本身个性有一点落差，所以我觉得在诠释上可能有一点困难。那经过这几个月的排演，对排练过程或是导演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这是蛮特别，就是我们在排练的之前，导演都会给我们就是一些针对剧本的练习，那有节奏啊、音乐性跟肢体上的练习。而且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导演会比较希望我们演员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会给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自己去试，那之后再帮我们修改。好，那希望大家来看戏哦。